日前，张柏芝复古鎏金写真曝光，她一身层次分明的秋日穿搭复古吸睛，身材窈窕，大秀纤细美腿。鎏金装在大片中的拍摄，因为面料的独特感和明显的肌理效果，可以让整身装扮更有独特感和时尚的效果。为了更好地穿出造型的高级感，张柏芝在上衣裙装的造型中，鎏金更多地集中在上衣的胸口位置。大面积的鎏金装饰加上明显的立体感，让整件上衣的造型感更加有明显的视觉效果，对于修饰身材的作用也有了很好的体现。尤其是下半身搭配的超短裙，超短的裙长加上明显的百褶造型，很好地突出了裙子本身的立体感。而在款式搭配上，内搭的高领设计在廓形搭配上也起到了丰富搭配效果，对于整身造型感的打造也更加明显。另一身造型，她选择了针织马甲这件单品，麻花辫的线条感更能穿出不一样的时尚，而内搭镂空设计的高领毛衣可以更好地穿出修饰身材的作用。喜欢就订阅呗。